地藏菩萨的名号也是在譬喻菩萨的道德高远。安忍不动如大地，静虑生密如密藏。地藏名号是譬喻菩萨的道德高远，表显菩萨的万行化导。地藏菩萨是位德行圆满十方菩萨之中的一位大菩萨，因为他的愿力是永远无穷无尽，了无边际。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地藏王菩萨的开光典礼。好，我们恭请万德禅寺的住持及法源寺的住持啊，还有我们大王世界全省道场的执行长啊，各方的执行长来做共襄盛举啊，来做非常隆重的一个开光仪式。那因为我们大同世界呢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秉持的大悲观音的法门，那娑婆三圣少一角啦哈、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这次呢特别能够恭请哦我们的地藏菩萨。啊，来做开光，来给我们加持。那我们今天来参与的各界护法啦，哈、哦，有佛教啦，哦，道教啦，一贯道啦等等，哈、哦，都是来做护持。那我们相信呢，在各方的护持之下呢，能够让地藏菩萨呢，能够发挥他的大愿力，护护三界六道的一切众生，名扬两利。那个离苦得乐。地藏菩萨的这个地是山河大的土地，一切万物都依靠安住于地面上，所以这个土地能够生万物，含藏万物，负载万物，一切万物也因地而生，因地而长，因地而成。史方新闻郭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。